首先睇睇汽車李超允較早前介紹過灰省精飛飛族一條獲得聯合國社區規劃模範獎嘅原住民村落。今晚李超允就會繼續探討呢條村同基督教嘅關係，同埋基督教係點樣改變當地原住民嘅人生態度同埋生活嘅。在整个驱族历史里面，宗教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族名甚至文字发明都其实跟基督教有关。不过奥翠夫格姆和基督教的渊源就更深，在村落的入口已经有告示牌显示出宗教的影响，而议会大堂正中的铭言也都充分反映了宗教信仰，他们的集体聚会也都充满浓厚的宗教气氛。他们由原始生活去到接触西方宗教的路程是怎样走过来呢？教会又怎样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呢？驱族可以算是北美最大的原住民部族之一，有大约200,000人那么多，分布本国由东部拉布拉多至到西部洛基山，甚至南下美国都有。他们在本国的足迹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驱族人生活在大自然，受到撒满巫术的影响，他们的传统信仰都和打猎有关，对动物的灵魂特别有种敬畏的心。But we are going to be important. Our faith in the Creator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Traditionally, our elders were, you know, they believed in the Creator. They respected the creation, which is the earth. And they had their own ways of communicating. 直到17世紀中，聖公會宣教士接觸佢哋。基督教信仰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并且为他们带来文字。1841年，就是由一名传教士将驱族人的口述语言利用速记符号记录下来，整理成为123个字母和读音，使到驱的文字可以流传下来，同埋在学校度教授。在奥翠夫格姆做牧师30年的何恩乐已经苦读同埋学识咗驱语言。一直咁多先贤佢哋讲话都冇办法写得出。以至就發覺原來呢啲咁嘅符號咧，就可以寫低咗個字，其他人去讀。咁之後咧，驅逐呢個北邊嘅愛斯基摩人，而家叫做印第安，好幾族都缺乏咗呢個字，呢啲速記符號嘅字，對咗佢哋嘅語言嘅文字寫法。本國最早係由法國人建立殖民地，天主教會亦都一直希望使到原住民信天主。而驅族的名稱就是當年法國人所改，由基督 Christ 的法文讀音演變而來。上世紀70年代，灰省開採及伐木活動越來越多，奧翠夫格姆的原住民被迫遷到遠離他們日常打獵的地方居住，在大自然無拘無束生活慣的他們不能夠適應，有人變得無所事事，有人覺得受委屈，但是又無處投訴而自暴自棄，繼而沉迷於酒、吸毒。基督教五旬節運動在當地是他們一個轉捩點。Sort of a new form of church, you know. And again, many people found that as a form of dealing with their social problems. Because in the for Pentecostal believers, many of them stopped drinking drugs and all that. So it was a very powerful way of changing life. John Shakapio Blacksmith 从前是帮派人士，又是毒贩，可以说生人勿近。And one time, my kids, when they see the police with their guns, and they ask,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shoot Dad. My wife says, I hope so. He got tired. That when you do those things, you can't sleep. People knocking your doors all the time.基督教信仰令他洗心革面，厌恶从前作奸犯科、沉迷饮酒玩乐、日夜颠倒的生活。今日已经有儿有孙的他积极参与教会事务，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而一旦有事发生，教会领袖往往是他们第一个求助的人。咁亦都有半夜三更、4、5点钟甚至警察嚟话，牧师啊，嗰度有家庭有啲嘢。
雖然幫上我哋警察搞掂你去捉出嚟，擺咗三日跟我哋警察車去見佢啦咁樣，咁差唔多係廿四小時按 call 嘅，隨時有咩嘢佢哋第一位諗到就，我哋一定揾律師幫手。非族原住民對造物主單純嘅信心，亦都反映喺佢哋放棄沿用傳統打獵儀式同習俗上面。好似北美印第安部族傳統有宗教意義嘅歌舞習俗 Powwow， 目前喺安省魁北克嘅原住民村落都會定期舉行，一向都係吸引遊客嘅節目。但係喺奧翠福嘅墓就唔會見到。佢哋話因為感覺到同基督教精神唔符合。So we don't really do those things those spirituality that way back that was done before.I have left the old way. I have become because I believe I have become new when I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my Savior. 到而家，當地嘅原住民日常都仍然以食獵物為主。奧翠福嘅墓現任酋長嘅爸爸 Matthew Watachi 就嚟八十歲，過咗大半生嘅打獵生涯。佢哋傳統喺打獵前會向大鼓唱歌，唔好似向神靈祈求。然後他們就會知道哪裡有獵物，再跟隨那個方向打獵。現在他們就用實際一點的方法，一邊利用黑熊最喜歡的蜜糖和花生醬來引他們，另一邊就在樹林裡面整好陷阱準備捉黑熊。 Matthew 的太太 Maggie 就秉承女原住民的傳統手藝，用獵物的皮做衣服、做鞋和其他用品。奧翠福嘅墓位處的地方距離水平線近1300尺，幾乎是灰省最高點，天氣亦都特別凍。他們主要依賴獵物的皮毛去做手套、皮靴等擋風和保暖的衣物。此外，他們會用黑熊的脂肪當油來到煮食。以前他們打完獵會將獵物的頭掛在樹上面，表示對動物的尊敬。隨著基督教的傳入，這些傳統亦都有改變。Look, we do say some of that. They show respect by teaching them put away the mistakes. But they don't show their respect by hanging in the tree anymore, like a report card, because they know now that God provides for them, so they don't need to do that anymore. 奧翠福嘅墓酋長同議會喺2008年決定將呢一度定為基督徒村，開咗本國先例。And last time I was here was last October, and I preached a weekend with you and had a great time with you folks. 每年夏天，區族原住民社區都會舉行帳幕報道大會，請嚟唔同地方教會嘅傳道人講道。呢個星期就喺奧翠福嘅墓舉行。佢哋唱嘅福音歌曲同北美基督教嘅福音歌曲非常相近。性情温和单纯，喜欢音乐的他们非常投入诗歌敬拜，亦都很容易被福音歌曲的内容感动。We were in sin and bondage in sin, seeking for something. He knows our needs,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听过牧师报道，一些村民亦都会分享下自己信仰的经历。帐幕大会的尾声，更加会举行美食大会。原住民家庭都會烹調佢哋嘅獵物，而嚟自多倫多嘅華人教會團體亦都預備咗中式嘅菜肴，大家互相分享，係村裏面最熱鬧嘅日子之一。佢哋更被歐族嘅原住民邀請一齊帶領敬拜。體驗宗教無分國界，兩個民族的美好交流。在放暑假期間，村裡面的學校空無一人，小朋友習慣去到村裡面唯一的教堂來到聚會。教會在歐翠除了是維持村民的精神食糧之外，亦都擔任教育和支援的角色。夏天的時候，很多來自南部包括多倫多的教會義工都會山長水遠輪流來到這裡，幫當地兒童設計適合他們的活動。因此在這裡每晚都可能舉行遊藝節目或者團體遊戲，之後還有獎品。好像這個週末就更加熱鬧，一班來自多倫多的教會朋友為他們舉辦一年一度的嘉年華日，
可以说是小朋友每年都热切期待的日子，就连12岁以上的少年人都玩得好投入。这里的小朋友在村外习惯大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无论在学校或者是教会都是随意出入，日常生活没有规范，也都比较无聊。教会活动除了令到他们有趣处，也都叫他们学习到很多做人处事的礼仪和规范。何牧师的太太马淑贤和丈夫一同在这里度过了30年，在教会负责教导小朋友的工作，好受村里面儿童的欢迎。他说小朋友来到教会之后，也都将喜乐和信仰带回家。现当然就是一切要归还他的一面，但是有时他们见到他们真的有改变的，他们就说他们打烂学校的窗门，打烂办事处的窗门，将所有办事处啊、教师宿舍啊都打烂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唯一就唔打烂嘅就系教会窗门。佢哋都讲话唔可以打烂教会嘅窗门噶，主耶稣住嗰度噶。呢一晚，呢班多伦多嘅教会朋友就为一班11至15岁原住民少年人安排咗一啲团队建立嘅游戏，希望佢哋认识自己嘅潜能同埋培养责任心。日后可以帮助自己的群体。So that was very exciting. They're a bit wild, but it's okay. Like, I think we only played a couple of rounds, and then we started to play a different game because it started to get a bit rowdy. But all in all, it was a good team building. 年轻人呢段时间缺乏家庭关心同埋开导，人生容易走错方向，而佢哋好多自细就面对复杂嘅家庭伦理问题，缺乏父母嘅爱同埋关怀。对家庭和自己亦都缺乏信心，平日冇事就只会在村里面四处游荡，从会饮酒闹事。近年教会的青年亦都展开青少年街头陪谈工作。即系呢班细路，我哋觉得是最度过入呢个危险的时期咧，即系佢可以在呢段时间变坏或者变好。咁我哋希望就系做到咩？做到就系俾到佢哋有，即系知道系有人关心佢哋嘅。不过马淑贤话。他们都知道饮酒吸毒是不良嗜好，做毒之后都会感到羞愧，但是就不够意志力去戒除。就算他们醉酒，就算他们想毒，他们见到我，他们都是自自然然的喊埋嚟，俾我一个 hug， 或者有时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身上有味道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灰大，你不要走那么近我，你会不喜欢闻到那些味道的。What's wrong？ 咁佢話：知道啦，我係做到嗰啲啊。咁話哦，咁我希望你唔好啦。咁教會除咗係奧爵夫格姆嘅信仰中心，亦都擔任教育角色，對當地原住民嘅生活同價值觀有好重大嘅影響。雖然係咁，仍然都唔能夠杜絕村內吸毒、酗酒嘅嚴重情況。到底根本問題喺邊度？下一次再講。